卫福部基隆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生赖俊志表示，早期大肠癌大多没有什么明显症状，如果透过定期筛检发现，治愈率非常高。建议民众，国健署针对50岁以上民众有补助，每2年1次免费的粪便潜血检查。如果检查结果是阳性反应，建议尽快进一步做大肠镜检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其实我们这个筛检的检测，其实它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它的特异性啊、反应性，其实基本上都很可靠，也检查率、正确率也很高，所以啊，它又是用这个免疫法去做的一个检测，所以基本上有筛检出来的，就代表说你的大肠方面，其实基本上已经是有一些出血的问题，那它不会是检测到一些上消化道，它的已经是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定量的筛检。所以一旦检测到有阳性的话，就代表一定是有一些些异常，那我们还是会希望说能做进一步的筛检。基隆医院进一步表示，现在的粪便潜血检查很方便，又比之前的检验方法更精准。不过还是有民众粪便潜血检查反应是阳性时不愿意面对，要求再做第二次检查。医生大多会配合民众的请求，但是以医生专业的态度判断，是如果有一次粪便潜血检验是阳性，就应该赶快做大肠镜检查。是那古时候叫化学法，那种是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所以我们以前的观念会说啊，你好像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或肉类或胃出血会影响到这粪便潜血的检验结果。新的免疫法是不会，新的免疫法它是去侦测粪便里面的红血球，所以只要验到有就是有。好，那我们说上消化道出血，它的红血球会被胃酸破坏，所以它不会在这免疫法里面是不会是验不出来的，所以这免疫新的免疫法就是准确度很高，所以国健局啊、健保署啊，大家都一直在推动，让希望说50岁以上就可以来做这个粪便潜血的检查。正常我们大肠癌的发生率是10万分之30，可是你粪便潜50岁以上粪便潜血阳性来做大肠镜，我有3%的人会看到大肠直肠癌，这是非常非常高的。3%，你都走在路上，3%的机会被车子撞到，大家不太敢上路，是不是？这是3%，其实听起来很低，其实是蛮高的。顺便做这个检查，那刚才柯主任的意思是说，你一拜吼，三拜来得一拜都有啊嘛，所以你就算阳阴阴，要不要做大肠镜，也是要嘛。所以你不要浪费那个时间，说我还要做第二次，寻得安慰哈。我想人性是这样，但不管是遇到粪便筛检阳性，甚至说我们很不幸知道说啊，病人罹患了癌症哦。第一个就是否认 deny 哦，第二个就说怎么可能是我哦？所以在这个相关的一个心情的调试哦，啊，我们医师会来做一些宣导哦，做一些卫教哦。那其实柯主任意思就说，一来就是要紧走啊。哦，不用再去我们寻求第二次、第三次。哦，阳阴阴你还是要做，你再做两次阴性还是要做大肠镜。基隆医院也建议民众平常可以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类，避免吃烟熏或烧烤类食物，维持每天运动以及2年筛检1次的习惯，就可以有效预防大肠癌。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